开咗只点心煲，咁今次咧我就系会讲点解我想做一个 YouTuber。咁首先咧，其实几年前咧，我都想做 YouTuber 嘅，之后就拍咗啲片啦，例如九巴101玩具同埋介绍23M个都系之前拍嘅。之后一路储，跟住去到我而家啊做 YouTuber 嗰阵时，跟住就摆咗呢两段片啦。唔知系咪得呢两段，可能仲有多啲嘢。之后仲有啲系啱啱拍嗰啲啦，最近嗰啲都系啱啱拍嗰啲嘢。咁点解我今次会？我咧系因为已经一个月，咁由2019年12月20日开始做 YouTuber 嘅我，咁今集就嚟到呢度。如果想再睇嘅人，记得喺20个订阅之后再睇。好，今集就嚟到呢度，记得订阅同埋分享咯，拜拜，下次见。